陈建伟在今年金曲奖上音颁奖人艾怡良挫颁奖项的事件意外吸引不少粉丝关注，许多人大赞他的 EQ 真的很高。陈建伟更因此人气飙涨。引人注意的是，他近期整理出九年前发行的专辑，却意外发现已经全部卖光光了。对此，他也激动的发文表示：“谢谢大家踊跃订购，在这个年头还愿意买一个不知道怎么播放的实体 CD 专辑，自己完全能感受到大家支持。整理订单时吓了一大跳，数量多到几乎要把自己的所有库存都清光了。”比九年前刚开卖时还要多更多，真是太猛了。最后也提到自己已经关闭订单，不再贩售了，后续会签名后再寄出，因为数量真的太多了，可能要到月底才能寄完，请大家再稍稍等待一下。